真的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就好。你好，有成套的吗？成套，您是要情侣款吗？啊，倒不用。您看您女朋友喜欢哪个角色，我可以帮你们找一套情侣的。喜欢哪个角色？还是都要了？啊，哦，不用。嗯，这个还有这个啊，这两个是女生会喜欢的，那我帮你们包起来。 要不要找木木，我改他们签名。嗯，好。你好，那先不用报了，我们直接拿去签名。行，那这个。好了，一起。你们两个是 coser 吗？不是，我刚刚看你们在跟莫白聊天，以为你们是一个圈子的，素颜来捧他的场，但你们俩长得真好看。谢谢。那我们先去排队吧。嗯。木木，木白，可以帮我签个名吗？ 谢谢，不用谢。我没看错吧？没错，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神神们。你好，可以跟你们合张影吗？完全没有问题。来，嗯，谢谢。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好了。谢谢，你可以帮我签个名吗？可以。嗯。是为好兄弟特别赠送的爱心。想我签什么？祝百年好合吗？什么呀？要写早生贵子。行啊，开玩笑有个限度嘛。你都把人带过来了，还不让我们说啊？就是啊。好好好。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谢谢涂馆长。行，那你们先忙着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哎。 等会儿一起吃饭吧。不了，你忙吧。啊，好吧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那不是又剩咱俩吃饭了？我可没空陪你，待会儿结束我要替我妈接我妹。真不是周日吗？我们要去游乐园。天哪，那我一个人吃饭很无聊哎。我跟我妹吃饭，你要插一脚啊？可以啊，带我一个，带我一个。行吧，反正我们也喜欢你。 一起去，他高兴。就是啊，哎，你好，帮你们拍。把你站中间。该怎么解释？不知道今天是情人节。现在拿出来合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还是算了，当不知道吧。算了，一会儿再说吧。 你好，两位点份情人节套餐吧，这个今天点的比较多。那就这个吧，谢谢。好的，稍等。其实我今天约你就是为了签这个合同，你看一下。这就是走一个流程，然后方便我们行政好做后期的时间。 不过你放心，这份合同不涉及金钱。既然你都说了，那我说实话吧。我不知道今天是情人节，别多想啊。我没多想，我也不知道今天是情人节啊。啊，是吧？